这个今天的 OOTD， 那我们出发吧。这个在路上已经可以看到了。我们入园的时间呢，差不多是9:30左右。然后刚一入园，我的朋友就抢到了这个，是米奇表演的票。然后是上午11:00，然后上午呢，我们就决定先拍拍照啊，在里面转一转，吃个饭，然后就差不多11:00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看那个米奇和他的朋友们的表演了。就在这个米奇踢踏舞表演的秀的旁边，我们就坐这个有轨电车这条线。这条线呢，它是穿越了整个美国海滨区域的游乐项目的一条观光的缆车。正好我们刚入园嘛，坐了这个空中的缆车，然后看一下整个园区内部，欣赏一下上面的风景。顺便呢，也是穿到了另一边。我们就在那一边也可以直接玩一下。最后回来的时候呢，它还有一条船的航线，也是在美国海滨的区域。一会儿的话呢，我放一下这个片段，可以看一下场景，也很漂亮。现在就是我们在这里吃早午饭啦，没错，又是面包、三明治，还有美式。对的，为了接下来高强度的游乐项目，我们还是得来一发冰美式，以及补充一下碳水。准备看秀啦，不过他这个秀是不可以录制视频的，所以只拍摄了进场之前。整个秀场还是很漂亮，一进去就进入氛围了。这个秀还是非常推荐的，整体的沉浸感非常不错。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，里面表演的帅哥非常的帅，身材也非常的棒。对，来讲推荐指数，给他5颗星，打满吧。接下来呢，就要去我朋友又抢到的在 APP 里面预约好的12:30的达菲商店了。这个是建议进园的时候就提前在 APP 的那个 shop 里面进行预约，这样子的话就不用担心到时候还要再等待了，就会比较方便安排时间。接下来就是对这个小店的一阵探索，因为我本人呢对这个 IP 呢并不是特别的感冒，但是我朋友非常的喜欢，然后我也觉得非常的可爱，还是入了一个星黛露嘛，一眼就看中了它，因为实在是太漂亮太可爱了，简直就是抢劫。然后朋友说这个是这边的限定版，就在别的地方也没有，就毫不犹豫的入了。
再来我们就来到了印第安琼纳斯，听说也是一个比较刺激的项目，我真的是非常期待，超喜欢那种特别特别刺激的项目，一到这里我就兴奋点就上来了。就不剧透了，也是推荐指数给4颗星，挺好玩的。累了，想吃根冰棒。我们就拿了3只米奇头冰棒，接下来我们就坐上了这个返回的水上的游轮航线，可以叫它游轮吗？它就是一艘小船。紧接着又是一阵拍拍拍，然后欣赏沿路的风景，确实很美，也算是休息上了。不过整体呢，东迪它本身这个安排的玩起来并不累，因为都是大部分都是预约制的，然后个别需要排队，然后需要排队的呢，其实它时间也并不是特别长，所以总体来讲游玩还是非常轻松的，就不会有那种一直都在排队啊，然后或者说想玩的项目玩不上的这种情况，基本上如果提前做好攻略的话都是可以玩上的，所以这点真的体验感非常的好。这一边呢就是神秘岛，里面有一个我最期待的项目是地心引力，听说非常的刺激，我们一会儿会去做它。这一片是阿拉伯海岸，是带有神秘的中东氛围。这里是美人鱼礁湖区，就是小美人鱼艾丽尔的家园，整体都是一片蓝色的梦幻色调，拍照非常的好看。然后游乐设施呢，都不是那种非常刺激的项目，可以轻松愉悦的快乐玩耍。这块儿进来的时候，就一趟一趟过山车经过的时候，都有一阵一阵的尖叫声，我听得真的非常来劲儿，非常的兴奋。我们也是排上，很快就玩上了，真的非常刺激，推荐指数给5颗星，对。一定要去感受一下。我很喜欢这种兴奋的项目。玩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在外边的这个餐厅里边吃了个饭。拿杏仁豆腐米奇头吗？拿。晚餐点了个儿童套餐，顺便呢我们又坐在这个
半的时候不是有水上的烟花表演吗？就我们是没有预约这个位置的，我们就站在了旁边一个小角落后边看了一下，那整体还是非常震撼漂亮的，还是得来现场感受一下。从手机里面感受的话，你看这个画面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宏伟气派，但是就日本的这个东迪，它整体还是走的氛围的感觉。结束了，哇，结束了之后都这么美，就整个园区的水上这一片区域灯光那么亮，然后那种偏暗黄色调，然后神秘岛那边是紫色色调，是那种紫色的火山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颜色让我想到了 EVA， 对，那就非常非常的漂亮，还有非常搭配，它这个黄紫就搭得非常很绝，我只能说是。好啦，要出园啦！哇，真的满满的细节。出园的时候啊，就是这个进园这块小房子，它不是个酒店嘛。然后出园的时候，里边的人会举起手电，就是手机背后的灯光一直都在给我们招手。然后从我远处一直走到大概大门这个位置上，他们一直都在招手，就是招了一路。然后我也是非常配合的，一直都在招手，招了一路，真的是满满的细节呀。美好的一天就要结束啦，冬季篇结束啦，拜拜，开心，拜拜。